大家好，我是小刚刚去工地上打完卡回来了啊，现在下班了。我觉得天气越来越凉快了嘞，不管出再大的太阳哈，都很凉。这天气我喜欢，把鞋子换了。坐一下。把衣服脱了，我觉得我要翻长袖来穿了，穿短袖冷飕冷飕的。把这件衣服拿洗了，用洗衣机洗，懒得用手洗。啊，哪个还晒得有茄子，看到好安逸。嘿嘿，如果好吃，我也来学着做。去了，这个时候工友他们都还没下班，我先去打饭了，在这边把碗洗一下。啊，不用排队，走着你去打饭。还没有做好，我后面都排着长队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到了，到了。哎呀，依旧是这么多丰盛的菜。猪头肉。啊？猪头肉。什么呀？猪头肉。哎，对。还有辣椒。辣椒。还有西红柿炒鸡蛋。啊，谢谢。都这么多人了，在外面都排到好多人了。然后今天又打了这么多，吃饭了哈。今天中午打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哈，我平时都不喜欢点这个菜的，但是确实看到有食欲哈。然后还有那个青椒炒肉条，也是少不了这个猪头肉的哈。今天菜依旧丰盛，13块钱一份。哎，还省得工友在看着我，多不好意思的。然后呢，今天还是天气冷了哈，喝点那个小酒啊，来暖暖身体。啊，就喝那么多，喝这么一小杯啊。吃饭吃饭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喝点那个小散酒啊，有益身体健康，我觉得。第一，先来块猪头肉。干一杯。爽，安逸。西红柿炒鸡蛋，看我这个鸡蛋好多。喝滴点酒哈，那个汗水就来了，把头发淘起。哎呀，继续吃。猪头肉真的是巴适，这个酒还剩那么一点儿，不要喝了。再倒一小杯来喝一小小杯啊！好，就喝这么多，够了，不然喝多要醉。继续猪头肉下酒，今天中午这个猪头肉跟我打的有点多。
吃完饭把衣服收了，今天下午有点冷，就不去工地上了，穿管不舒服不难。哇塞，看他们这个鞋子晒得好安逸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哈，拜拜。